Hello，嘿嘿，经过漫长的等待，今天终于就是变成我来当这个代办的 MC。今天我们有自己的名牌，今天我们是彩排，让我们探班一下博卫湖的休息室。你拍我拍你拍我的样子。OK。结束彩排，结束彩排，先回彩排结束，结束彩排，结束结束，怎么样？喵喵，结束了，今天拜拜拜拜拜拜。现在我们去连排，然后我们刚刚结束完那个这套衣服的拍摄，以及单人跟六个人的。你今天你知道你眼妆的这个眼影和我是反的颜色吗？我是蓝绿，你是红。队长来了，收衣服。队长走了，你忙忙叨叨忙啥呢？队长，收衣服啊，收衣服。你们的衣服啊，真的好吗？好吧，哦，你好啊，你好啊。那个龙开头又有不同的设计，要不讲一下？我们开头这次加了很多的小设计、小巧思。首先，我们的灯场，它加了一个武器，然后还有我们那个鼓，对，大鼓，那大鼓敲得很帅。上车，上车。Hello， 俊。Hello， 给你准备了惊喜。给我准备什么惊喜？你猜。那我期待一下。等会给你。好的。大哥 ，Hello。要不帅哥，那我肯定搭理你啊。队长，你为什么不坐前面，非要过来挨着我坐着？啊？因为啊什么？因为我怕你的 vlog 没有内容。这时候别人怪你，就 PD 做的不好的话，那就不好。Bobby Bob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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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bby， 你可爱一点，哥。果然论无聊还得是队长。哎，不要笑，不要笑，哎，微笑，三二一。Bobby Bob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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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bby， 你这个泪痣是？本来就有，嗯，真的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知道，他，你要录进去，录进去，可以放进去，放进去，他在卖萌，K 哥 ，K 哥打喷嚏，我的亲哥 ，K 哥打喷嚏就是这样的，笑了，他是因为听歌，然后塞下耳朵，然后听不到自己的调，然后就是，他就随便飘了，行了。差不多了，待会儿现场见吧。待会儿现场见，拜拜。俊，你这是什么？昨天给你一个小礼物。什么小礼物？就是昨天我去逛年货，然后就给你们每个人带了一个小礼物。这不是你的，给谁的？诗玉的吗？这给诗玉的。哇。因为诗玉经常就是染头发，然后什么。然后我怕他掉头发，然后之后呢，我就帮你买了一个黑芝麻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也给你买了一点东西。你心里还有我的位置呢。这是给你的垃圾袋。不是，还有这给你找进来，我真的给你买了。这是，哎，你还在店啊？之前他。店长之前一直他会给我们带他买的那个什么小丸子什么的吗？之前以前在练习生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给店长买了一堆小丸子。哇，吃吧，佳佳。这是啥时候买的？去吃吧。啥时候买的？啊，昨天，那就吃吧。敢吃吗？这可以吃，这可以放一个月，我已经问过了。你要吃现在？真的假的？放一个月？可以问了，可以放一个月，这是年货。然后这是给你买的，队长。
这给你买的，这给你买的巧克力，这是俄罗斯巧克力，这是我讲价，我讲了价了。啊，是吗？嗯。讲了多少价我不告诉你了，反正给你买。谢谢谢谢你，谢谢俊的礼物。这个可以拿回去吃的，然后你拿回去，嗯，接带回家。好毒！你这样。哈哈哈哈哈！来了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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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就是录那个那期的下午，就还去健身。好，原来是有这个。Hello， 队长。又是我。当然是你了。嗨，现在在干嘛？现在咱们去干嘛？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呀？你讲解一下。啊。你也玩俊那一套是吧？我们现在去连拍现场。我也是直播嘛，还是不能出现一点闪失。对，所以要先连拍。进舞台，去带麦。不要有镜头，你就不吃啊！我主要是我拿着镜头，能不能让好好扔？没事，拍下来。啊、还有，啊！你抄一下，拍下来。不用，大家入座。不用感谢，包粮是一包橘子。把我手都脏了，是人工费结一下。真的 ？Yes sir， 你说对了。我现在还没撕呢 ，No sir。No sir， 真的无语。新的一年我就不给你 yes sir 了。Okay. No sir，No sir，coaster， 你是 coaster。哈哈，你又让别人无语了。Yes sir。风采尽水远，声音现在 OK 吗？声音现在 OK 吗？现在都有声吗？好的，那就没问题。拉拉腿，别管着了，鞋带。这是个余量。2024过年前的最后一舞台结束了，结束了，让我们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，耶！还有爸，哈巴，还有爷爷，还有奶奶，还有小姨，还有大姑，是啊，还有开始被家属了。